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很高兴又来跟大家一起赏赏花。这一盆绿魔荖开花了，这个花开出来非常的高雅。你看一下它的线条条纹，真的像一幅国画配搭的，非常的完美。我以前听过有一句赞美这个绿魔荖的一句诗，就是"白如雪，绿如玉"。这个赞美的诗句真的是非常的恰当。珍珠白跟这个绿宝石的配搭真的是天衣无缝。去年我买这棵绿魔荖的时候还是一棵小苗，所以我买回来之后也没有给它换过植料，也没有换过盆，还是原来的植料，原来的盆。你看现在它在旁边又长出了一只新的枝，比现在开花的这一只还要强壮。这些叶子也非常有观赏价值。你看这一片片晶莹剔透、翠绿欲滴、温润如玉的叶子，也非常讨人喜爱。兜兰的种植方法，我再找两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过。兜兰是喜欢湿润的环境。中性的日光照，还有充足的肥料，就是最基本的种植条件。兜兰是地生兰，所以呢，用的植料是应该用泥土来种植比较好。如果朋友们想知道详细的种植兜兰的方法，可以在我上两个视频里面，看看那些资料。朋友们，你们看完这么漂亮的一棵绿魔荖，是不是心里也想拥有一棵呢？那赶快行动起来吧！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